接下来进一步欣赏唐代的彩塑艺术，也是唐代以来最精美的佛堂彩塑造像。在画面中所见的七尊像结构，正中央是主尊释迦牟尼佛坐像，神情安详地为大众开示说法。在佛像的身后则有十大弟子的法像，其中八尊是以壁画的形式描绘，另外两尊的弟子像则是彩塑造像，分别是大迦摄尊者以及阿难尊者。再来是雍容华贵慈眉善目的胁侍菩萨立像，在最外面则是怒目称势雄壮威武的护法神像。